挺好，我要报警。哇，超级无敌百变工具箱，太酷了！哇，我真想要。小明，你在家呢？哎，妈，您出差回来了。 是呀，哎呀，不过妈妈明天又要出差了，这2天太累了。哇，妈，您真辛苦啊。嗯，妈妈好想休息个3-5天呀。嗯，宝贝儿，你看什么呢？那么认真啊？哎，妈妈，你看，这是一套天下无敌的工具组合，我要用它制作世界上最好的机器。地球的未来就是从它开始改变的。哇，我儿子的理想真不错。嗯。 妈妈也要支持一下，这样吧，等你过生日的时候，妈妈送你一套怎么样？谢谢妈妈。要不这样，等我期末考试考了全年级第1，再把这个作为奖品，怎么样呀？哇，这个太棒了，这个可以有。啊，好儿子，你先玩吧，妈妈进去收拾一下。之田，喂，葛之田。哦，你的飞机平衡不太好。 行，那你拿过来我看一下。哎，好。超级无敌百变工具侠，你首先呀要把这个飞机的尾翼调到正中间，然后将两边保持一样的距离，不就可以了吗？ 小明，你太厉害了！前面我在家搞了半天也没搞好，你一下就搞好了。这倒不难，主要是要把飞机的平衡给校正好了。那咱们来试一试吧。哇吼，飞高高喽！哎，那是什么？这个是超级无敌百变工具侠。哇，太酷了！下次我也得买一套。哎，那个呢？这个是我爸爸最心爱的宇宙模型了。 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拼成的呢，那咱们继续试飞吧。呜呼，小明，我给你来一个超级俯冲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下完了。这是你爸爸的模型啊！小明，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 妈，您说怎么办呀？哎，你们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这个，叔叔，我错了，不关小明的事儿。爸，这事我也有错。哎，孩子们，我就一个要求，请你们俩利用课余时间把这个模型给我复原。 图纸我还留着呢，可以给你们使用。希望这件事对你们两个的动手能力能有所提高。你们愿意用这种方式作为损坏我宝贝的赔偿吗？我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嗯。民法典规定，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，权利人可以依法请求修理、重做、更换或者恢复原状。 个人的财物受保护，有意无意多关注。就算这个无意来损坏，主动修复它不能赖。万一这个无法恢复好，照价赔偿少不了。少年损毁财物，也应依法担责。如果我是霍金，我会这么想这个问题。哎，爸爸。 学校有一个手工艺术大赛，你猜奖品是什么？笔记本？不对，还是钢笔？嗯，地球仪？不对，是这个。哎呦，这可是大奖了，你有信心吗？那我当然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呀。嗯，我的儿子肩负着超越老爸的重任，不走寻常路。你是最棒的，别人都想象不到的。爸爸从来都是用别人想象不到的角度去做事。我想用树枝做一个盆景展示。啊，用最简单的材料来呈现不一样的美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爸爸给你找材料去。哎呀，太棒了！这咋能得到？一定要吃馋死我！ 小明，你看，材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爸，这怎么做呀？发挥你的想象力，用最简单的材料创造不一样的美。哎，爸，你说我能不能用这盘花给它装饰一下？ 做完了，怎么样？相当不错，非常好。如果我是爱因斯坦，我会怎么办呢？哎，爸，你看。哦，这次又是获得了什么奖啊？哎呀，我这次获得了全校手工艺术大赛中的优秀奖。 就是上次的那个中国风盆栽获奖了。对，没错，爸，谢谢您帮我找到那些制作材料的。快给我看看。孙晓明在全校手工艺术大赛中荣获优秀奖，真了不起。儿子，你是最棒的，祝贺你。对了，爸，那奖品说是回头再发放。奖品不重要，儿子。 我为你骄傲。伟大的科学发现呐，总是来源于生活，比如牛顿的苹果，比如这次，我只是顺手在小区里边弄了点材料，没想到给你有这么大的帮助。爸，那树枝、那材料是您从小区里弄来的？对呀，就5号楼那旁边不是有几棵合适的树吗？怎么啦？爸，那些是公共绿地。 是大家共同拥有的。啊，我不就是寻思弄断了几根树枝儿吗？那不行，爸，我必须要把这张奖状退回去。老师说了，必须要用废弃的材料制作，但是我的材料是您用公共绿地也破坏而来的，所以我必须要把这张奖状退回去。 哎，小明。哎，民法典规定，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，共有人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他人合法权益。这个爱护公物靠大家，小区植物别往下拿。这个拿之前得细留神，除非它明确属个人。绿地设施属公有，这个再需要也别伸手。共有财物切莫侵犯，违反法条得不偿失。 小花园里有一位奶奶，她身体不舒服。哎，快点！好的，好的。奶奶，你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我打过120了，他们应该马上就能到。哦。今天你干嘛呢？我在录像。爸爸。 这位奶奶她心脏好像不舒服，你等一会儿。喂，啊，120啊，啊对，左转第3个红绿灯。啊，第1个小区不用进小区，就在花园里。好，120马上就到啊，再等一会儿。 爸爸。 刚才那事儿可把我吓坏了，小明啊，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呢，你今天做的非常正确。第一，先给我打电话；第二，现场录像取证。谁呀？孙先生您好，啊，物业李经理，快请进。孙先生，刚才你们是在小花园里吧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咱们小区的好多植物都被踩坏了。李经理，刚才孩子们是在救人。对，我们只是应急避险。我这有视频，不信您看。爸爸，这位奶奶她心脏好像不舒服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孩子，你真棒。 民法典规定，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，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，但是措施应得当，不可超过必要限度。难能可贵的小朋友。 紧急求助施援手，施救期间损公物，这个免于担责受保护。做好事虽留小过，免责任律法有情。这句话写的有意思。哎，爸，我去开门了。小朋友，你家大人在吗？爸。哎。啊，请问你是？大哥好，我叫娜娜，是科技公司的销售代表。啊，你是来推销东西的吧？谢谢啊，我们家不需要。等等，大哥，今天是我第1天上班，要是完不成销售任务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被辞退的。今天晚上我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了。啊，看着你也是怪可怜的。那你推销的是什么呀？爸，老师都说了，不能买任何上门推销的产品。哎，小朋友，你们老师说的是，你们独自在家的时候，不要给任何陌生人开门，也不要买任何上门推销的东西，对不对呀？对呀。可是你看，姐姐，刚才你一开门，我就先让你找家里的大人，对不对啊？ 可你不是还是在推销产品吗？姐姐真不是坏人，我就是想保住自己的这份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家乡的时候啊，还当过中学老师呢。啊，是吗？我妈也是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。来吧，来吧，进来说话吧。谢谢大哥。小明，去给姐姐倒杯水。 大哥，你大哥，就这么一块小小的 U 盘，里面记载了我国历年高考、中考全部的试卷和标准答案。您看看。哎呀，现在的科技真是发达啊！我们那会儿试卷都堆成山了。我们家小明啊，还真的需要这个。姑娘，你这个 U 盘卖多少钱啊？这个是赠送的。要是大哥您喜欢的话，就留给小朋友用吧。 那不合适啊，我们不能白拿别人的东西啊。其实，我推销的产品是耳机，这个耳机才卖99元，只要您买下这副耳机，这个 U 盘啊，我们公司是赠送给您的。耳机呀，我们家有好几副呢，是不是啊，小明？对呀，爸妈，这个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了？啊，人家推销了半天，咱们什么都不买，不合适。再说了。 我是觉得你真的需要这个 U 盘。谁呀？我是开门。哎，黄叔叔。哎，老黄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孙，你等会儿。姑娘，我们不买任何产品。叔叔您好，我只是在介绍我们公司的产品。姑娘，我是律师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上门推销本来就不太合适。 而且我们也不很欢迎，所以，请你带着你的产品离开吧，谢谢。谢谢大姐姐，我们不需要了。可是这个是免费赠送的，前提是我们必须要买下那个耳机，是吗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 老孙呐，上学的时候你就记不住老师的话，今天要不是我来，是不是又被人给忽悠了？老黄啊，今天呐，差一点啊，又被忽悠了。嗨，民法典规定，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应当遵循自愿原则。出卖人多交标的物的，买受人可以接收。 或者拒绝接收多交的部分。只为赚钱硬推销，这种热情不可靠。买卖双方讲诚信，莫非那面子掏腰包。交易公平应自愿，强买强卖是咱不要。 买和卖，诚信自愿，骗与欺都犯律条。西西，你看这是谁呀？阿姨好。阿西西呀、和奶奶出去干什么了呀？买东西去了。都买什么好吃的啦？牛奶、棒棒糖、巧克力。买这么多好吃的，可真棒！牛奶搞促销、搞活动，挺便宜，挺好的。啊，是吗？那我去看看啊。好，西西，给阿姨再见。阿姨再见。再见，西西，阿姨再见，再见。来了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！来自大草原的纯正牛奶，厂家直销大促销了。这是牛奶促销是吧？你好，哎，对，厂家直销的好牛奶，最近搞特价，很便宜，您要不要来点？老人小孩都能喝吗？当然了，老人小孩都能喝，老人喝了身体倍儿棒，小孩喝了那个子就这样拔的。你要不要来点？要不先给我来一箱吧，回去尝一下，如果好喝的话，我再过来买。好嘞，您怎么支付呀？手机支付可以吧？啊，稍等。来，您扫这就行了。好，支付完了啊。嗯，好，收到了。来，拿好您的牛奶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慢走。嗯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再来啊！来啦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厂家直销的大草原纯正牛奶了。午饭还得等一会儿呢啊！来来来，一人一杯来自大草原的牛奶啊。好嘞，你一杯。谢谢妈。没事，谢谢妈妈。没事。我跟你说，这回我买那股票，你看。 妈呀！嗯，涨停了！来，咱们一起干杯！嗯。爸，哎，出来了，几趟了？3趟了。 啊！哎呀，5趟了！哎呦，一点劲儿都没有，疼！哎呀，疼死了！啊！哎，妈，五弟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，我刚吃了片药，好点了。啊，你妹呢？她在屋里躺着，她说让我歇会儿。哦，那行，那就好。你说咱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吃什么东西吃坏了？哎呀，哎，妈，那是不是那牛奶弄的？牛奶。 啊！我路过，刚好他们在搞活动，我就买了一箱。搞活动啊！他明显这就是坑害咱们消费者的。就是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一定要替咱们家讨个公道。爸，你打算怎么讨公道啊？这样，啊，第一，我们搜集证据，是；第二，我们拿到化验报告。哎呀，第三。 我们要找到那个商家。对。第四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向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12315投诉他。哎呦，对，投诉，必须得投诉。得投诉，投诉他。哎呀，必须得投诉。啊，哎，哎呀，疼啊！民法典规定，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，生产者、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这个食品安全要记牢，关乎那个健康最重要。 生产流通的环节多，出现了问题也别甩锅。这个咱们自己也注意，买东西别光图便宜。遇事保留证据，维权气壮理直。我回来啦，爸妈。 柳山，那人呢？柳山，柳山，我进来了啊！哎呀！同志们，我刚才在分析彩票数字走势的时候，用珊珊和五弟的生日组合出一串数字，我准备长期持有，买它个几年了。你买彩票这么多年，到底中过奖吗？不懂了吧？我买的这叫公益彩票，中不中奖是次要的，主要的是我在持续的参加公益事业，对吧？哎，对，哎，爸，您要这么说的话，您要中500万了，是不是也捐了做公益啊？500万。这个呢，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，是吧？这个你和妹妹的学费，我得先攒出来，以至于以后出国留学的钱，我都得备出来。还有，你妈天天多辛苦啊，工作。对。我要给你妈妈买一台环保的新能源小轿车。买汽车干什么呀？要保养，还要租车位，每年都花不少钱呢。咱们不中奖了吗？哎，爸，说这么半天了，您打算给自己买点什么呀？我呀，我准备，哎，对，我给我自己买点什么？估计把这些钱花完也剩不了多少了。是，那我就去一趟西藏，当1个月的背包客了。哎，这酷啊！带着我好不好？你爸那就是美好的畅想。生活本该如此，我们就是要时刻的保有美好的畅想。我提议啊，咱们每个人都说一说，如果中了500万大奖，我们该怎么花？刚才我说完了，现在珊珊该你了。如果我要是中奖了的话，我会把所有的钱都给妈妈，然后妈妈就会把所有的钱都用在家里和我们需要帮助的人身上。你看这孩子还会学会找代理了，这是。我爹，你也说说。我呀，我打算干件大事儿了。什么？我打算呀，拿这500万，去一趟西藏，当1个月背包客，带着您啊。还挺孝顺，创意不足。再说一个，创意不足，那就只能给妈妈买辆小轿车了。把妈妈呀送得远远的，没人管咱们了。哎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对。哎，对了，妹妹怎么办？妹妹，我想，把她送到那个巴黎的那个艺术学院吧，他想在那儿学美术呢。珊珊，你是想去巴黎留学呀？哎，对了，妹妹想去巴黎留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不是那个什么事？这前2天，反正我不就知道吗？问妹妹吧。哥，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的？你不是你说那个什么吗？就是我，反正我不就知道。你是不是看我日记本了？没有，我就那么看他们一眼，不是故意的。哼！哎，不是，别走！你呀，赶紧跟妹妹道歉去！这不是故意的呀，我这孩子。柳珊，别生气了，我不是故意要看你日记本的。哎，你看。我是不是给你送个礼物过来吗？我记得你上次说你喜欢这个来着。哎，你别生气了，下午带你去吃好吃的去不去？那你不哭啦？你想吃点什么？我要去吃披萨。行，带你去啊。我还要去游乐园。游乐园？你作业写完了吗？我写完了。那行，你带你去啊。到游乐园之后，咱先玩过山车吧。好。你敢啊？敢。那好。玩完过山车，咱玩玩碰碰车，然后再玩个那个什么摩天轮，好不好？民法典规定，自然人享有隐私权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、侵扰、泄露、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。这个我的日记我来记，日记里面有秘密，你若想看我日记，必须得经过我同意，非经同意的擅自看，侵犯隐私这个属刺探。不探他人隐私角，宏开心底清澈泉。哎，你干嘛拍我啊？小帅哥，我看你啊，气质特别好，然后这个长得呢又很上镜。虽然你这个舞蹈差点意思，但是我觉得你是不是自学过呀？啊，是，我跟着视频练着玩玩。哦，这样，小帅哥，你听我的，我觉得你啊条件特别的好，咱们回头找一好的老师，好好教一教你，没两天你就能上路了，然后再给你设计个形象。 找一好的设计师包装一下，然后这样呢，咱们先从最基本的，先当综艺嘉宾，然后呢，慢慢一步一步往上走，最后啊，商演肯定也少不了你的。叔，咱这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你看看我，来，这个呀是我的名片，你快看看。新星星亮闪闪，艺人经纪公司。哎，这。艺人经纪总监 Simon。哎。 Simon 就是我了，我这儿呀还有别的照片，你看一看啊，这都是咱们公司的艺人。你看这个，这上过跨年晚会的，还有这个，你看这跟大明星拍电影呢。哦，不是，叔叔，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也能拍电影当明星啦？本来呢，你现在是不行的，但是你很走运，你碰到我了。这样，你把你们家的地址还有电话都告诉我，让我跟你爸妈好好聊聊，好不好？ 赛先生是吧？您的意思呢？我们已经明白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再商量一下。是这样，您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干这一行已经15年了，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么好的孩子。如果咱们要不让他进这个圈子，那简直就是对全国观众的犯罪啊！赛先生，凡事吧，咱得讲个缘分。我们家五弟呢，跟这个文艺有没有这个缘分，现在也不好说，咱也不知道。我们再考虑考虑。 凡事还得谨慎行事，不是是吧？是这样，您真的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敢保证，您只要把孩子交到我的手里边，不出3年，我保证您家里边一定会多出一台自动提款机。要不然，二位这样吧，咱们先互相留个联系方式，我手机里呢也有空间，您二位呢可以看看我这个公司它详细的介绍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吧，行。 哎，亲爱的，你看这只股票，以后一定大涨，朝阳产业呀，这个。哎，喂，您好，哪位？哎，我是 Simon 呐，您好呀，伍先生，您还记得我吧？那个，咱们那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哦，赛先生啊，您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，我们都要休息了。哎呀，伍先生，这事儿太着急了。 您看，您这是错过了一个中大奖的机会呀！您家五弟要是能进了演艺圈，我保证，真的肯定大红大紫。这样吧，这个事儿啊，咱回来再说。今天先这样，好吗？再见。怎么这点打到咱这儿来了？就是。哎呦，也不怕影响别人休息。怎么又打过来了？哎，五仙，我。 太烦人，真的越来越烦人了。太烦人了，这个时间。哎呦，有完没完呐！太讨厌了。看，3妹打我这儿来了。关机。哎呦喂！都不接，直接去。 民法典规定，自然人享有隐私权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、短信、即时通讯工具、电子邮件、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。 这个沟通手段高科技，上天入地真便利，家庭生活它要保护好，这个切不可以各种方式来打扰。个人信息受保护，侵犯隐私法不容。这个民法典起新篇，法治中国新宣言。 社会生活这个全覆盖，这个人民意愿得彰显。这个民法典来说理，工作生活紧相连，他人的权益莫侵犯，养成那个守法好习惯。这个民法典要牢记，守护着规矩成方圆，快乐成长不烦恼。这个人人学好民法典。